今天我们要开箱的就是不是 GoPro， 不是 GoPro。哎，我想要拿遥控力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要先订阅，还有按赞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今天就你来开场啊！ Oh, yeah. 你要讲什么？拜拜！拜拜 ！Subscribe to my channel， 拜拜！哎，快点回来，我要开箱。Just kidding！ 等一下，放下。今天我们要开箱。有吗？今天我们要开箱的就是。不是 GoPro， 不是 GoPro， 我们要开箱的是这个。Osmo Mobile Combo， 这个是我们新买的一个云台的那个架子，就是手机架，就我们可以看。有名？为什么我们买这个呢？因为呢，我们的这个 Osmo Pocket 呢，最近呢有一点小故障，所以我们已经把它送到原厂去修理。Grimmy， I say something first. You are a noob. I'm a better buy 什么东西 ？Osmo Pocket 就拿去修理了，所以这段期间差不多要有三个月的时间，我们会用不到这个 Osmo Pocket。我们后来考虑了过后，我们就发现了这个 Osmo Mobile 它是一个云台架，所以它是架手机，这样我们又可以拿来拍摄影片呢，也可以拿来直播用。所以在这段期间呢，我们就决定入手了这个 Osmo Mobile 3。所以今天要来开箱的就是这个。Let's go. I'm playing Pokemon. You open it, and then next part I will know. Okay. 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它的这个 combo set 的这个盒子，就是它的整个外观呢是这样子的，它可以收成这样，然后过后打开来呢就可以放手机来做录影啦。拿不出来。奇怪。OK， 它就在这个盒子里面，它的整个 combo set 里面呢，就包括一个云台架啦，然后呢，还有就是一盒的这个说明书，这个是它的 charger 的 cable。Oh my god！ 对，它有一个小的这个三脚架，就可以放在那个 Osmo Mobile 上面，然后它就可以放在桌子上，放在地上。You wanna beat this？ 接下来呢，我就要打开它。基本上它也不小啦，这蛮大的。它里面是这样子，它就一个 bag， 然后塞满了这个云台架。出来呢，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大小，然后它可以收成这样，然后就可以放在包包里面啊，带出门就比较方便咯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要解锁它，有没有？试看怎么用。首先呢，就要打开，看起来蛮危险。然后 B， 我要需要你的手机。你打不过的 ，OK。现在我就用500万的手机来试啊。等下我看一下是怎样的 ，OK 是这样。等下啊，我要看一下。然后现在我要做的就是 ，Wait， I need to take something。我要讲。It's just a little bit。OK， 现在我把它接上去了，然后呢，它需要我们就是打开它。哦，好像是要这样子，然后它就会，哦，它就自动了。你想转它都不会掉下来，Give me a try。我们来按那个录影的功能先。哦，你看它现在这个功能呢，它就可以有没有？就可以这样。那你就拿着，然后对着你自己。哦，不是这样，不可以这样。你要拿好好来，它最主要是给你拿得稳。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它用手机录影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直的呢，你只需要这样把它转过来，它会自动给它调成横的，我们就可以有没有去哪里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子，超棒的。然后它还可以调整它的那个 ankle 那个角度，就是这样调整左右上下，有没有？之后我们去外面 test 一下这个
奥斯蒙摩比尔，奥斯蒙摩比尔。喂，你们装吧。哦，那你家都住这样子哦。咪莫。奥斯蒙波克。咪莫啦，哦，真的没有哎，所以等一下啊。对啊，我们已经导入好了，我们现在把它按进去，容许。因为我之前有，但是因为用这个 Type C 的这个接口连接呢，其实我的电话的型号呢不能够使用这个东西。Hello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明天去啦。Hello， 什么味道啊？超味道，大便，很好吃。What？我们来开第三包。